乌克兰一直因为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耿耿于怀，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俄罗斯交还克里米亚。为了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援，美国和欧洲国家除了众口一词的谴责俄罗斯积极支援基辅对抗莫斯科外，还采取了一些政治和外交手段向俄罗斯施压，逼迫莫斯科交出克里米亚。其中一条措施就是剥夺了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投票权和参加大会工作的权利，这也让乌克兰看到了收回克里米亚的希望，毕竟有众多欧洲国家的鼎力支援。然而这种支援却突然消失了。6月25日，塔斯社报道，欧洲委员会议会 PACE 通过了监管委员会负责人彼得拉德萨特提交的改进议会大会关于权力和投票的决策过程报告。报告中含有允许俄罗斯参加6月大会的决议，同时还规定成员国的投票、发言和代表权利不能随意的暂停或撤销。这份报告受到118名议员支援，另外有62人反对，10人弃权。这次欧洲委员会议会法规的修改，为俄罗斯代表团重返该组织扫清了障碍。大会决定邀请目前没有参加大会的成员国议会提交参加6月会议的申请，其中就包含俄罗斯。欧洲委员会议会突然向俄罗斯示好，这让乌克兰非常愤怒。6月25日，塔斯社报道，在表决报告时，乌克兰代表团离开了 PACE 会议室。乌克兰议员亚历克塞·冈查伦科强调，本届会议乌克兰代表团只参加讨论那些涉及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议程。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阿里耶夫甚至呼吁乌克兰最高拉达应紧急考虑暂停乌克兰参与 PACE 的问题，希望总统和外交部立即就乌克兰进一步参与欧洲委员会活动明确立场。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也炸了锅了。针对欧洲委员会议会恢复了俄罗斯代表团的全部权力，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对此表示失望。乌克兰一位政治家在 Facebook 上愤怒地写道，我对 PACE 决定批准恢复俄罗斯代表团的权力感到失望。尽管此前他已经与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沟通过，俄罗斯只有满足了大会的基本要求后才能回归 PACE， 但遗憾的是，欧洲和的做伙伴并没有听到乌克兰的声音，并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显然乌克兰被一直寄予希望的欧洲委员会出卖了。其实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乌克兰已经多次被欧洲人出卖了。6月15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称，克里米亚很久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并入俄罗斯是完全合法的。这位德国政坛的老将不但呼吁乌克兰履行明斯克协议，停止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还呼吁取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国人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2018年2月26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埃梅里克·绍普拉德称，克里米亚历史上就属于俄罗斯，这与当初分裂的德国相似。绍普拉德强调，他长期从事地缘政治研究，坚信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既然二战后德国民众有机会在1990年实现国家统一，就不应该否认俄罗斯拥有同样的权利。绍普拉德同时认为，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不公正的，制裁威胁到欧洲的和平稳定。德国支援俄罗斯的声音格外强。2017年8月19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德国总理候选人
选择党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该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因为克里米亚永远不会回到乌克兰了，而且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本不起作用。他同时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应该融入欧洲，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也应该停止。欧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都有政治人物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并且反对因此对俄罗斯实行的制裁。这对乌克兰来说，等于是被寄予厚望的欧洲国家出卖了。这次尽管乌克兰事前与法国和德国进行了沟通，依然没能阻止欧洲委员会议会恢复俄罗斯代表团的权利，等于再次被欧洲出卖。俄罗斯成了最大的赢家。